我介绍另外一本书啊。咩啊？你介绍？像啊，你介绍啊，你介绍啊，好多好话可说啦。庄子恩，我几喜欢噶，但系就嗱，我哋睇多张先啦，不如。即系我知我咁讲唔公道，睇多张，开始觉得有啲奇怪啦，系咪？系，好奇怪。恋爱不是请客食饭，咁应该恋爱系乜嘢咧？你问捻你啊！你问捻你啊！你睇相先啦，内容大家都冇睇过，咁即系冇捻评论，咁即系博嘢。系啦，大家冇捻评论。嗱，唔系啊，一开始有呢张先。恋爱不是吸请咩？恋爱不是请客吃饭，系佢哋个剧嚟嘅。佢哋之后会卖飞嘅，系会卖飞嘅、音乐剧。系啊，佢话呢本系音乐写真集嚟。系啊，咁即系点啊？即系打开嗰啲生日卡咧，有得得得得得得得咁。都几有趣啊！嗱，我应该我讲翻个次序先，先系呢一张先嘅。都觉得都 OK 啊。执得有啲假，执得有啲假，但系整体都 OK 嘅、整体都 OK 嘅。跟住就去到第二张，我就发觉，我知道点解上一张我觉得假啦，因为个灯光真系有啲问题。饮汽水，我知道饮汽水一定系咁样嘟喺个嘴嘅，但系我觉得作为影相嚟讲，我觉得你可以摆翻个好少少嘅，唔系我知道真正系饮汽水系咁样饮嘅，一定系咁样啊，如果唔系咪喺两边度倒晒落嚟咯，仲好睇。但系你仲好睇咧？系啊，但系你影相啊嘛，唔系可能佢唔想污糟咧，但系你影相啊嘛，你应该整个好啲嘅嘴嘅、嘴型嘅，咁样，同埋个胸亦都系执得有啲假。咁样，咁直至到去到呢一张啦，哇！呢张真系离捻晒谱啦，开始觉得嗱个背景货柜码头嘅呢个背景系咪同你嘅故事有关？我唔知啊。但系哇，你谂下你同件衫就应该冇关啦。你件衫件衫就即系唔啱身得嚟，系唔好睇啦。唔系，我知 oversize 系一个 style 嚟嘅，但系唔好睇。但系好少人 oversize 个，但系个左唔系啊，个 oversize 个西装褛嘅。少啲啦，都有嘅，都有嘅吓，先啦啦嗱，亦都系啦，系咪黄人戴嘅呢件灯光？灯光选举嗰件选举西装西装褛，同上嗰两张相一样啦，即系灯光唔得，我觉得你去到室外，你都去到室外嗱，我唔知啊，我估呀，我估你，我唔知你嗰个系室内扮室外定系点样，我唔知啊。但系你嗰、那个你打到个灯就太过室内咯，系啊系啊，打到灯太室内，同埋个左边胸实在系执得太过奇怪啦，戴得太过唔合理啦，鸳鸯波咧变咗，去捻到肋骨、啊，屌喇叭个波底，佢个南半球去捻到肋骨啊！黐线，佢个波冇捻大，乜冇可能吓，执得唔好，执得唔好。咁跟住啦，都系呢三张嘅，系嘛？咁去到书展现场啊，即系为咗回馈读者，都真系不遗余力啦，系嘛？高度尽啦，高度行啦，咁样吓，但系好。唔系，我觉得你唔系啊，佢实在太观塘 OL 啦。唔系啊，你系啊，即系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女主角，我觉得你着衫可以靓啲咯。因为你呢个写真集咧，音乐写真集啊，你系我谂都几强调性感啦，selling point 之一啦。但系你去到签书会咧，其实你。点解要着翻件外套咧？唔系啊，就唔系，但系唔系都唔紧要啊，紧要啊，唔系啊，但系个款嘅问题啊，你真系太过太捻个观塘 OL 咧，观塘啊，仲要系啊，唔系啊，唔系中环，系观塘，真系太过观塘 OL 啦，嗰件事啊，嗱，相比之下咧，唔系观塘 OL， 系九龙湾啊，系九龙湾 OL 吓，美罗啊，仲系美罗。搬咗啦，屌啦咩？啱啱菜完加埋你咁样嗱，有奇咩唔知？屌你嗱，但系咧好睇几多？呢个顺眼啲嘅，虽则就化，唔系我就嫌佢冇化妆嗰条颈。系啊，即系点都要搽啲粉啦。即系我知道呢轮天气，即系可能又湿啊，又热啦，系嘛？即系但系即系呢啲粉唔好悭咯。唔系因为我唔系咁中意佢咧，系同你之前同佢对佢评价，都接近嘅，就系、是、佢太薄啊，个人系太削啊，系即系就算即系姑唔好讲佢有冇波或者托得劲唔劲啦，系佢太
太娇小啊，系佢成个感觉，系 我又对啲类型就一太一般，同埋真系唔适合太大嘅，系好即系好奇怪咯，成个比例上面会，即系你薄到咁样，即系啲身，譬如新门结衣大波系会好捻奇怪嘅一件事嚟，系咪？系嘛？即系新门结衣变咗巨乳系一件好捻奇怪嘅事嚟嘅，嗰件事系嘛？即系就即系甚至乎我去翻二次元之嘅，你明日香巨乳都好奇怪噶，凌波丽奇怪啲，凌波丽奇怪啲，系咯，即系你本身咁薄嘅人都唔适合巨乳，即系我觉得佢都一样，系啊，发子都系咯，啊太薄嘅人真系唔适合巨乳，系有啲人真系孭唔起就孭唔起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就好似譬如你最近大家都见到啊，譬如 Eden 啊 ，Anson Low 啊，佢哋嗰啲粗到六嚿腹肌好大只，好、好大只啊，系、嘛？但系如果佢哋粗到好似激战入边张家辉嗰啲咁嘅大只咧，就好捻怪啦，就好似张家辉咁捻样，好捻怪啦。其实怪张家辉当日嗰个身体，我唔系话佢唔劲啊，但系怪系好捻劲嘅，但系怪。皇后问啦、有人问啦，皇后出书会唔会买啊？唔会啊，大佬啊，唔会咁重口味 啊！我可以话咗俾你听先啦，唔会吓咁、样。咁啊，喺呢，你仲有一本书？系我仲有一本啊。咁啊，呢本书咧就三联出版社嘅、三联买三中商嘅书，三联台湾毒蛇帮嘅三联帮，三联帮系啊。咁三联出版社，三联系咩啊？三联出版社啊，即系三中商其中一个啦。系咩？有咁但系呢本书咧就叫做《香港不艺真书》。系吓，咁咧佢咧就讲嘅，即系香港大家都见到嘅，即系六七十年代嗰啲，而家香港都见到咧，旺角嗰啲见到咧，即系早轮港台系曾经有一个节目咧、港台有一个节目系有讲过呢啲字体公司，即系呢啲字体咧就是、香港独有嘅。咁咧佢咧就原自于不艺嘅书法嘅，咁咧就喺香港，即系喺六七十年代特别盛行咁啊，流传喺香港嘅广告啊、招牌啊咁样。咁佢喺度解构究竟即系啲字究竟系点样啦。咁啊，都几详尽嘅，我就未睇晒嘅。咁咧本书都几靓，因为一本设计书啦。咁佢排版都几靓嘅。咁佢亦都好详尽咁样讲，即系香港嘅招牌啊，点样嚟啊？点解用呢隻字体啊？咁样好都好有趣啊！即系大家可以喺另外一个角度咧去睇下香港嗰个都市发展，系都有关系嘅。咁我觉得即系呢本书就唔系度度得买啦，我就喺艺术中心嗰度买嘅，艺术中心下面嗰间卖书嗰间度买翻嚟嘅。咁啊其实都好有趣嘅，即系佢有讲到而家即系就算即系喺用电脑字都有不艺体噶嘛，系嘛？系咪都有不艺体嘅？字款有嘅，字款有系都有不艺体嘅。咁啊，即系但系始终，因为我哋平时我哋喺街见，即我讲紧即呢本书入边介绍嗰啲啊，好多系佢哋自己手写。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咧，你就算你跟翻电脑打到出嚟嘅、你始终都可能会同某一啲系有啲唔同嘅。仲有咧，我觉得呢啲字咧。呢啲字即系呢啲咁嘅字体咧，我睇呢本书嘅时候咧，我觉得好杜琪峰啊。吓，唔系，我觉得因为你讲杜可风添，唔系杜琪峰，唔系啊，佢嗰啲相，我唔系讲紧啲相，即系你讲紧呢啲字咧，你会觉得系即系好到底啦，元朗嗰间啦呢套，你会觉得系杜琪峰先会去拍呢啲咁嘅，唔系我头咁样，我觉得同佢张相嗰个对比有啲关系，所以令到你就会有啲杜琪峰，可能系啦，即系我成日都觉得未必同个字体有关啊，系好似杜琪峰先会去拍呢啲咁嘅铺头咁样，即系你见到《方荣记》都系呢个字体噶吓，系，因为呢啲都系承载住啲即系香港嗰啲历史啦，系呢个城市变迁里面咧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嚟嘅，咁啊而家越嚟越少噶啦，冇啦，系啊，咁啊有人出本书去睇咧，咁其实即系讲翻咧，咁大家都可以去再认识多啲香港啦。除咗喺嗰啲即系而家即系坊间都有卖咩36个学校唔会教你嘅香港嘅历史人物里面啦，咁啊大家都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睇下香港嘅城市发展嘅面貌，左教啲嘢，城市发展嘅面貌系。我觉得是好好的，是好不错的。其实刚才阿 Billy 讲过什么、
教科书上面唔会教嘅三十六个香港史人物啦。咁佢系蜂鸟出版社。系啊，呢个蜂鸟出版社。咁其实佢同一个出版社咧，佢系出咗另外一本书系讲建筑物嘅。嗯，应该系讲啲大部分都系讲啲英治时期嘅建筑物。嗯，咁嗰本都我订咗，嗯，但系就未攞咗，未攞到手嘅。我就咁睇简介咧，就有啲似。呢、這个啦，即系解构翻个建筑物个由来啊，个风格系如何啊？系可以，应该都几好睇嘅。可以睇翻，即系我哋好少，即系我哋成日身边接触，但系我哋好少留意嘅嘢呢啲，系全部都好少留意。即系你如果你而家去旺角，其实都有嘅，即系砵兰街啊、上海街嗰啲咧，即系近太子嗰啲咧，都仲有啲粮油铺咧，都系用紧呢啲字体。系咁啊，上环啊、西环嗰啲啦，系嗰啲都好多，即系你会。见到即系你会觉得哦系见过哦好到底我真系有见过即系你原来好到底我有见过但我就真系唔清楚究竟佢个由来究竟系点样系咁大家都可以去睇翻即系香港嗰、那个香港嗰个城市面貌发展系一件有趣同埋你亦都要值得关心嘅事啦系即系你除咗喺外国。讲好鍾意香港之外其实你喺香港你都可以好鍾意香港嘅。唔係一定係要去到外国先鍾意香港嘅。咁、你大家可以去睇下呢啲书啦。咁啊大家佢都有观看反思跟住实践。係。你都可以自己写返嘅其实。嗯。都可以自己写返嘅。因为头先 Sama 讲嗰个蜂鸟出版社呢其实佢都出版过好多好书嘅，咁我都买过几本《景国论》啦，我哋之前都讲过嘅、我买咗啦，但未睇。好难睇嘅，系因为好深啊，讲啲嘢。系啊，我睇个序啊，已经读得好卵深。系啊，好深啊，真系好难睇，我睇好耐啊。跟住之后咧，咁亦都有一个叫做 Miss Yu 嘅音乐人生，佢就用呢个音乐治疗咧去即系教啲小朋友嘅，咁佢就讲佢啲上堂嘅点滴啦，咁我都有买嘅呢本，咁因为我老婆想睇，咁亦都有一本咧就叫做生死教育，就讲一个人咁样即系点样去面对亲人或者朋友嘅死亡，咁亦都系一啲比较即系香港啦，香港嚟讲比较冷门啲嘅题材啊。咁我都有买个佢喺 PMQ 嗰度有个铺仔嘅。咁呢大家呢如果即係书展过后呢你都想去睇下佢有啲书亦都有啲代理书啦。最简单上网订。係啊上网订。我都全部上网订。如果你鍾意行书嗰、那个你都可以行下嘅。咁我都推介多几本呢吸出版社即係陶杰嗰个啦吸出版社 CUP 吸出版社。咁佢出版咗一本呢係1960年呢嘅香港童话书。就是从前有个香港佢又译咗做中文版嘅我有英文版嘅嗰本因为我买俾我女睇嘅咁呢好好睇㗎係即係以前嘅人呢画返以前嘅香港以前嘅外国人画返以前嘅香港喎係一件好特别㗎即係你会见到同我哋眼中睇嗰个香港呢係唔同㗎就係啦呢本啦。哦，几靓喎！系啊，靓家靓家，即系你见到好古代，即系好旧嘅香港，即系你见到个孭带啦，有个双喜字孭带啦。咁我以前细个都有孭过嘅，买餸系攞报纸，系买系啊报纸包啊。咁呢个都系即系我见到咧，好多人买俾人做呢个移民嘅礼物，系啊。移民嘅礼物就系呢、這个，即系呢一个呢一本书系从前有嘅香港啊，吓系都几好睇。咁亦都咧，佢亦都有新译啊，念念不忘必有必有回响系。咁啊，佢都亦都有新译呢个美丽新世界啦，佢自己译翻。我都系吸出嘅，都系吸出嘅，系啊。咁啊，个封面咧就阿图画嘅，系啦，就阿图画嘅。咁我都相信呢本应我睇嗰时咧就系旧译嘅。嗯，咁我谂新译应该有趣啲嘅，应该有趣啲嘅，咁啊，如果冇睇，我觉得都好啱大家睇啊。如果即系大家，其实旧译咧唔系咁容易睇嘅，系啊，因为佢好多佢用好多莎士比亚嘅诗，系啊，系啊，系啊，佢都好用好多你唔捻知乜嘢嘅名词，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其实唔系咁容易睇，系啊，所以咧新译应该好睇啲嘅。咁我觉得呢本书咧，如果大家都中意era 自肥企划咧，我觉得呢本书你应该买翻去睇。因为佢都有好多佢嘅意念喺佢嗰个里面嘅。
吓，所以我都觉得大家都可以买翻嚟睇嘅吓。咁啊，书好紧要啊。Ava 出咗首新歌，咩新歌？我们不错。哦，但系我觉得真系，我唔系，其实首歌系唔错嘅。嗯，但系我对于佢哋嘅歌词个内容，唉。唔好捻又话即系唔好捻再自嘲咯，我觉得。哦、你自嘲咗好捻多首歌啦、又自嘲，算啦，烦唔烦啊？哦，做咩要咁妄自菲薄咧？你哋而家好捻红噶啦，系唔应该自嘲？系啊，其实咧，可唔可以嚣张少少？点解咧？点解？我但193系仲好捻嚣张，我寻日睇超级屌，咁佢个嚣张系令我觉得就系 over 咗。我开始个。我好想佢舐嘢啊！我好想你舐镬金啊 ！over 咗，系啊，舐镬金都几好啊！我真系好捻想你舐镬金啊！你咪屌啦咁啊！你咁捻串做乜捻嘢啫 ？over 即系讲佢嗰首歌嘛？咩、凌晨咩睡到三点？睡到三点，就系捻咁讲话咩 auto tune auto tune， 唔捻使咁捻串嘅，唔系即系又咁讲啊嘛？系真系你唱得垃圾先会 auto tune 啊嘛？系咪？然后你咪捻讲捻到 auto tune 好捻正常乜乜乜实际，诶过都过 auto tune 噶啦，依家咁样嗰啲，你唔使咁捻串嘅，啊你真系我即刻当时第一个反应，我鬼唔捻望你舐镬金嘅，屌你系咪？啲人系时候要跌下噶啦，屌总有机会跌嘅，跌下咪几好咯、啊，又起又落吓。咁咁啊，书展听日完啦，系嘛？啊！呢部我会买，仲去唔去？你咪买好靓噶，里面好靓噶，里面。我劝你买英文版，英文版系靓啲。学下英文先，好简单嘅就系我女都识睇。哎呀，我程度，我程度差过你个女啊，大佬。好简单嘅就系，即系呢嗰本我都觉得，如果你系即系喜欢香港嘅，值得买，值得买，值得买吓，喜欢香港，值得买啊！我有啦，我有啦，系啊，好。咁我哋听首歌先，好，我哋继续。好。
人堆当中，我的酒醉换去那些造势，还愿我的爱无法追，曾爱里消愁再没畏惧，爱一夜狂热吻他人的嘴，盖掩心碎麻醉了的身躯，把昨日明明的是谁，曾爱里消愁再没畏惧，Hello，Hello， 第二节，哇，头先我哋听咩事啊？劲啊，翻咗八十年代，冇错啦。